听话如海。这位从非洲冲过来的，听说他昨天坐他的轮船跑过来的。那这位头发草草的小船长是谁呢？我不是是九二零零六。这个名字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。那站在最角落这一位，大家他刚好自我介绍了。那我们就还是让他再自我介绍一次吧。到现在呀。我们现在还是要把最重要的主持棒交给我们的帅气主唱手。OK 吗？好，我再次介绍一下。1, 2, 3, 4。嗨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鼓手，凯凯。1, 2, 3, 4。好，我是刚刚那招的啊。现在换一个，这个是吉他手，大家都叫他小白，不是狗，是人。角度也要巧，不是放这里就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开始表演。你先去看孟昌哈，先去看孟昌。等一下，我要的不是这个，再一次。摔倒粉碎，爱真的伤悲。
谢谢。